老师们大家好，我稍微想知道一下，在座的老师们，哪些已经对这个计划至少略有耳闻，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已经有一点点的认识的，请举手，好吗？有几位不多，就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计划，是今年增建的时候才比较注意到的，请举手。大部分，好，谢谢。所以我想，我有必要跟大家稍微做一点点简短的说明啊。那我本人右边，我是按错了。我本人是在台大化学系，同时负责台大的科学教育发展中心，这是我们的名字哈。这个计划有一个简单的简称，也是现在比较多的人会用的，大概是因为比较方便，就是 SHS 方法。这三个字的意思，第一个字是 Society， 第二个字是 Humanities， 第三个字是 Science。可是它的整个计划名称稍微比较长一点，主题是科学人文跨科技人才培育，所以它基本上是资科司，现在教育部资科司的一个人才培育计划。比较陌生的字可能是这个跨科技这个字，然后我说明。它有一个副题，就是大学跨领域沟通能力养成。我想大家对跨领域已经非常熟悉了。当然有人会问，那这边下面有一个跨领域，上面有一个跨科技，这两个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可是这里头关键字是沟通，所以在这个计划里头，我们是从人才培育的角度，会特别着力，不是唯一焦点，有时候对特别着力在沟通上面。它基本上是教育部资科司的一个中程规划计划，整个提成是从101年一月就已经开始起跑，所以走到104年的年底，明年年底。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在正好在其中的阶段啊，所以还有2年时间可以跑。那今天的话，它主要是课程计划的增建。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课程计划在这个整个计划里头的扮演的角色，其实是简单讲就是主干主轴的角色啊。可是我们因为前面提到跨科技这个字，那英文我们用到了 transdisciplinary。这个字现在在国外的大学里头也越来越见普遍，大家从 monodisciplinary， 这个是我们在大学都比较熟悉的，尤其像我自己的化学系的话，都是单一科系所。事实上，在自己的系所里面，跨出去的同仁不是完全没有，不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少，尤其像我这个是在实验室里头做基础研究的。所以这个 uni 或者是 monodisciplinary 是非常常见的。interdisciplinary 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很多人开始尝试，这也是台湾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在许多的研究单位或者是大学里头，尤其是有研究中心。那 transdisciplinary 其实这个字出来的很早，在最近似乎在21世纪又特别出现了。它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就是强调不同科系所的也是不同专业的人，他可能具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原来可能属于不同的社群，那在专业学门上面如果能够一起探究沟通研析重要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世纪大家要面对的问题，包括社会内的本身的问题以及国际间的问题，很多都越趋复杂，甚至于我们在学校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学以致用和用以致学这种相互之间的这样子的角色，可能对学生毕业了以后，在我们国内市场也颇受到挑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学术社群越来越单一领域化或者单一专业化，在当单一专业化没有办法用共同的观点，就交叉的观点来处理重要的问题的解决方法的时候，我相信大学里头其实在21世纪面临的是一个比较校内有一个改革意味的这样子的方向。
那我们在向教育部提出这样子的计划，事实上是教育部他们主动邀请出来提出来的计划，希望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面对真实世界的挑战，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课程计划里头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知识应用照道理在高等教育里头很可能大学里头的训练就要跟以前在单一系所里头的专业训练有所区别。所以下面的图形很简单的表示的话，如果我们从一个单一领域到了 interdisciplinary 中间有一些区间是两个领域三不管地带，大家都开始注意了以后，我们可以从一个多领域进到一个 transdisciplinary。 那当然这个词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计划，不管是跨领域、穿领域或者串领域，各种各样的写法，我们在这个计划里头用的是跨科技啊。不过在社会的报纸上、杂志上，你可能看到更多的词，他们很 general 的用到跨界，比如说 cross boundary 啊，是一般的非学术人士用的更多的，尤其是产业界或者商业各方面都用的很多。我们在这个计划里头专有名词是用 transdisciplinary。两年来，我们在上面也做了一些找你的论文的发表，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面去看到相关的一些论文。所以下面稍微再把上面再说明一点点的话，就是跨科技有别于多领域或界领域，也就是跟 multidisciplinary 或者 interdisciplinary 严格来讲的确是有一些区分的。我们不再强调就是说在系所之间再增加一个新的系所或研究单位，也不强调就是说让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多啊，这些可发生的也不会是坏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领域之间应不应该在一起解决大家可能共同要面对的问题。所以面对真实世界的问题的时候，由不同专业的共同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高等教育里头，不管是老师们或同学们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跨科技的沟通。我相信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两年里头得到了不少大学里头老师们的共鸣，他们也承认，尤其是我们做理工的格外明显，也就是说科系所事实上各自独立，事实上沟通的习惯技术技巧或者是这个意愿都可能有生疏的地方。所以跨科技沟通不只是说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们希望他这方面有所学习，事实上对研究人员老师们也都很有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句话跟刚刚也许有一点重复，在这个世纪里头高等教育事实上是要结合专业和通识。很多老师会在 Q&A 的时候常常喜欢问，就是说通识参加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里头教育部的通识的课程发展，其实在教材和教法上都有许许多的更新，而且也有成就啊。我们有许多的老师不管是在结通奖里头或者在学校的杰出的这个教学的奖励里头，都可以看到很多是通识教育的老师们出来得到这方面的奖励。那事实上在专业方面好像还比较常在后面，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可是在前一阵子的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的计划里头，我们也看到也有一部分专业的老师发现有很多跨在领域中间的。举最明显的例子，像过去十年来的 NAMI 就是台湾的一个大的国际这个国家型计划，那个都是跨科技的出来的。可是至于把专业和通识集结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要培养能够发现关心参与解决社会及全球问题的心智与能力。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过去两年里头这个社会上世界上最明显的，譬如说 global change， 譬如说 environmental 的问题，譬如说 urban design，以及国际上有太多新兴都市，尤其在中东那个地方开的，大家可以看到它不只是他们的建筑非常的新颖而已，他们整个城市盖在沙漠上，连他们的整个农业都是重新用水的方式新的灌溉的方式去做研究然后建立起来的都市。
所以有太多的新的世纪的面向，他们采取了用刚刚我们说这种全球或者是社会问题的为核心，然后大家一起面对。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非常可以注意到为什么需要专业和通识的结合，因为我想在学校里头的话，专业有的时候知识够深，可是他学生忘掉了可以往旁边宽的方向走。那通识的话，一顾到宽的问题以后，因为十八个学分的缘故，在学校里头很多时候是变成浅叠化，我们都知道这种问题，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了以后，尤其以社会及全球的问题为核心的话，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要建立跨科技表达沟通的认知技能的话，是绝对说得过去的，在这个教学或者是教育的philosophy 上是非常明显。那当然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个问题导向的方式，我们会说这不是绝对的，这不是绝对的，可是问题导向和议题导向绝对是一个很实际的方式，把不同领域的人拉在一起。所以不管是社会也好，人文也好，科学也好，如果我们建立出来像这个计划是一个学习的平台，我说这是一个维度，然后我们从我们文字，我们等下再提一下文字，因为文字是沟通的基础，从文字下去，然后把沟通真正好好的从行动学习接轨起来，两个维度的方向交织了以后，跨科技的学习和沟通的部分，可能希望可以培育有能力面对实际问题挑战的跨科技人才，这应该是有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计划。那在跨科技方面，我可以简单整理出几个方向出上来。台湾的学生已经在太多的项目上，常常被国际的学生，不管是我们的学生出去也好，或国际的学生来到台湾也好，他都说我们台湾的学生缺乏对于真实世界问题的觉知，也就是下面的这个 social awareness。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于也有人抱怨台湾的媒体连国际新闻都很少。我相信国际新闻不至于没有，不过如果不注意的人的话，也不会特别去看。我们在最近检验一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一个礼拜里头，如果还有人不知道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我相信那个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是低到不可以的啊。所以像这样的很简单的检验，如果我们从议题或者问题的导向切入进去的话，很有机会让学生先建立一个 social awareness。我们希望老师们带着同学建立这部分以后，我们说专业的应用方面有哪几部分要注意呢？可能第一个就是 knowledge integration， 所以我们才会像今天等一下要到赖教授报告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有很多的课程其实是希望用集结的方式，因为没有 knowledge integration 的话，面对问题那个知识的片段化是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的。当然还包括了团队工作所需要的一些必要的技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特别提出来的是 knowledge transfer， 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来，只要是专业知识一进到社会层次的时候，我们都发现社会的恐慌常常是没有办法从专业人士那边，从正常的媒体或传播管道得到正确的知识。所以 knowledge transfer 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在课程里头，老师们能够也能帮助的把一些 knowledge 转移出来。所以不论是这个创意的方式、设计的方式，或者是我刚刚说的语文的表达或者沟通的情况，都是可以让学生学习的。那这些要学的时候，都是老师们带着走更方便。我们在实施策略上来讲是有一点点规划的，因为整个计划的五个平台我不细数，台湾学院是每年的八月底，今年是在八月的大概二十四号到三十号，还是算下旬。已经决定了时间了，是一周的研习营。那这个课程平台的话，等一下廖教授会报告。数位平台的话，是我们所有的，即使你的个别计划都有平台，我们把许多的资料集中到一个共同平台上面去。你们用你们 Q&A 上面的那个网址点进去，就可以马上看到我们好几个数位平台上面的分项，都可以点进去看。资料，那师资培育和区域推动中心是分别在中兴大学和成功大学，他们协助在让课程都能够更方便的做推动和这个扩散的工作。
那我们预期的目标讲简单一点，好像看起来是三个咬文嚼字的三句话：学生有感，实践有知，表达有人，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在学校里头课堂上，我们不论通识也好或者专业也好，太多的同学对老师上课的时候其实是无感。我想这件事情先就要在大学里头有一个一定的革新和革命啊。那学生有感了以后，他的 awareness 出来了以后，我们再去介绍他是 social awareness 或者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我相信可能可以让学生对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计划有一点点的起点。然后我们就用比较实践的方式，用 learning by doing 的方式也好，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或者这些方式，去使得学生有实践的机会。因为 learning by doing 可能是使得学生让他的知识面对问题的时候更有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像在过去两年里头，东海大学他们做老年化的工作，在学校里头，学校就帮助制度上面，我的时间快到了，应该是已经到了，在制度方面就帮助老师们可以共识授课，而且学分重复可以计算。像这样的事情大幅提升了老师的这个合教的意愿，而且共同规划课程，而且使得学生很可能在第一门基础课程修完以后会愿意修到第二门的进阶或者实作课程。那表达的部分的话，我们在于写作，尤其是短讲方面，我们都花了一些功夫下去，非常希望在授课老师们也能够在教课堂上让学生对于自己所学的东西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够表达出来。我们今年有许许多多类似 TED 这样子的短讲的活动出来，也是希望各位老师们能够在课堂上的时候就对沟通的部分好好注意。那当然我们沟通部分事实上 communication 也可以看成是传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特刊也好，或者网络上的影音也好，这些都在跑。事实上是可以提供给各个课程作为服务或者是参考的。我就报告这个地方，谢谢各位。